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日常哥的频道啊！今天这期影片，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帅到飞起、掌控雷电的惊雷弓暴击流基因搭配。说到物语的雷属随行兽啊，最强势的恐怕就是惊狮、惊雷、青电主三兄弟了，要么就再把相对中庸的麒麟也算上，基本就是当前版本的雷之王者小分队了。而前不久刚刚更新的炫辉龙啊，在身披金甲的时候是弱雷的，脱了外套后则弱冰。冰属性的搭配可以参考我这期冰咒龙的影片，今天的雷属推荐也可以作为挑战炫辉龙的强力随行兽。而挑战炫辉龙这样防高血厚爆发高的古龙啊，极限输出就不是我的第一考量了，在有较高容错率的同时打出不错的输出才是我挑选备战随行兽的准则。说回到金狮子和金雷弓，金狮子的输出端非常爆炸，已经到了雷属极限，不过血量偏低，抗性更是不够看的。而相对的，惊雷弓的雷属伤害稍低了一些，换来的是优秀的体力上限和抗性，毕竟活着才有输出嘛。金狮子的极限秒杀流固然很帅啊，用来挑战渣渣灰就有点过于激进了，所以今天的主角就是能打也能扛的惊雷弓啦，思路也是偏稳健的三猜型，同样的配置可以完全套用在青电主身上。总的来说，青电主和惊雷弓的差距不大，想用哪一只就看个人偏好了。具体的基因搭配是这样的，首先红色基因的加入可以让我们多出一些冰果加成，对于这种不算太极限的配置来说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位置的话，由于只需要满足力技速各一条，所以在四角或中心都 OK。 被动方面一共有四个，首先是雷强化基因特大，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算是雷系必备吧。同步化基因特大可以大幅提升双重攻击的伤害，与三猜型搭配的相性非常好。另外一个白板被动是彗星羁绊基因特大，可以让我们在触发彗星攻击的时候获得的羁绊值更多，这也跟我们选配的彗星基因特大相互配合了。毕竟惊雷弓的基础彗星本来就不错啊，配合彗星加彗星羁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三个猜拳技能分别是力量型的突袭基因大，对应来自白海龙的招式电浆重压，这个技能还可以增加暴击率啊。技巧型的背水基因特大，对应来自电龙的招式复仇雷击。速度型的狼龙基因大，对应来自雷狼龙的招式雷迅掌。这三招都是接触型的单体招式，非常适合打暴击流或双重攻击，伤害都很高，蓝耗也不夸张。而最后的雷罩基因特大，则可以将这些技能的伤害推到新的高度。雷罩特大对应轻电压，来自新版本的轻电主电龙。这个技能开启后啊，不仅能在五回合内提升雷属性攻防各30，还附带蓄力效果，前两回合的全属性攻击力加100，这简直就是神技了，实力上已经超越了人手 N 个的狂热化，可以说至少在雷属性这儿，狂热化是可以退休了。更不要说雷罩特大开启后啊，随行兽还有赛亚人特效，实在是太适合惊雷弓了。技能的取得都很方便，四个主动技能分别来自白海龙、电龙、雷狼龙和青电主。青电主的话，需要用 SR 票进这个雷属性魔物弹任务，击败守门的青电主后啊，就有机会取得。同步化特大算是一个难点吧，建议在阴地带找紫水兽或炮狐龙，R或 SR 都 OK。彗星羁绊特大来自这些冰属怪啊，建议在雪山地带找，R或 SR 都可以。同样可以在雪山地带找到的还有雷强化特大，以下很多雷属魔物都会在雪山的弹坑出。实战中的策略其实很灵活，血量安全的时候可以尽量少出 double， 因为 double 无法触发暴击啊，被连线就直接用猜拳技能怼回去，如果需要控血那就尽管 double， 有同步化的加持伤害肯定也差不了。队友被连线的时候可以多用电浆重压打爆发，安全的时候别忘了开雷罩特大。总之打法舒适自由，容错率高，伤害也够，非常推荐大家配来试试看。那么下面就是实战演示环节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别忘了点赞订阅支持一下绿茶的频道。不论是物语还是崛起啊，都来日方长，未来可期，我会持续更新魔物系列的影片，也期待与各位一路同行，共同成长。今天的实战就不解说了，对线的是古地龙巢里的荒钩爪，惊雷弓的伤害与坦度应该都一目了然了，希望大家看得开心，也祝各位偷蛋愉快，蛋运昌隆。
世話になった。やっぱすげえな。